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蔡英文。新北市升格12年了，但是还没有升级，现在需要一位有经验、有国际观、有执行力的市长来推动新北大翻新。我选过新北市长，我对新北市有感情，我向大家诚挚推荐新北市市长候选人1号林佳龙。这次我的一票一定会投给最值得信赖的林佳龙。11月26号，一人拉10票，林佳龙1票，民进党籍议员1票，18岁公民权1票，新北大翻新，大家一起拼。